大家好，这里是范丹小夫妻。因为猫咪非常喜欢箱子，所以我今天准备拿后面那个箱子给他们做一个真猫咪版打地鼠。好，那么这个箱子我们已经做完了，我们就用这个逗猫棒来代替小锤子把猫放进去，我们来试一试吧。饭团已经进去了。嘿，不可以出来，不可以出来，不可以出来。嘿，不可以出来，不可以出来。哎呀，不可以出来。桃子，你喜欢玩吗？桃桃，桃桃，你这个胆子太小了。喂喂，大胖猪。OK。啊。女神是不会玩这种东西的，这个东西只有凡猫才会玩。嘿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打猫鼠，打地猫，对，打地猫就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了。